台湾爆发着 Me Too 的风暴，真侪遭受着性侵，也则是性骚扰的受害者，拢站出来讲家己的经过。也毋过，这个校方是毋是去被闹交了？根据着国家人权委员会上新的调查，敢那是2020年一年，高中、国中、国小校方性侵害熟悉的案件，都高达233件。人权会接到120多通检举的电话，在面访到其中52个人了后，发现受害者事发的年龄以6岁到12岁上多，啊，事件地点在学校内占多数。这个校方应该是保护囡仔所在，为什么会发生遐尼多性侵的事件呢？到底教育体制是倒位破空呢？目前这项国家级的调查也继续在进行。透过深度的追踪，咱做伙为囡仔来发声。这些老师竟然可以看着犯罪行为发生，视而不见。他是一个跟学生还蛮好的老师，把我拉到他的大腿上坐。加害人他就是那个深处窗口，你说他那个管道如何去畅通？从过去3年、5年、10年到现在17年，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放过我。加害者是我的国小老师。那事发的时候是我16岁的时候，是我在回学校找老师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国小教室发生的。我问了他一个操作上的问题，他直接把他的手盖上我在用滑鼠的手。边头想到高中一年迄一年，国小老师形容迄个举动，33岁小兵恐怖拒绝，国当也是无法度放袂记哩。接着就把我拉到他的大腿上坐，然后后来还有从后面就是环抱我。我当下其实有觉得这样很奇怪，但我不知道要不要拒绝他。在学校上性侵的人，竟然给他来手来，当时小平心肝内留下感觉真不安，所以才当说服家己，亲像朋友的老师，只是想要继续跟伊做朋友，想到对方竟然会愈来愈超过。大学的时候，他后续还有好几次是想要做，但是我有反抗。他曾经有把我叫到没有人的教室里面，然后有想要牵我的手。那当时我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大了，所以比较有警觉性的，所以我是直接把他的手甩开。圣殿老师给人吃豆腐的行为，和小平心肝内愤怒、伤心、反感和不了解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。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觉得，别人的称赞是别有居心的，别人的靠近是别有居心的。那我不知道他对我的好是不是故意在铺陈，他想要对我做什么？有一些朋友是很震惊。那也有一些男生是问我说，我当初穿什么会去找他？那觉得说，如果我真的穿得很暴露什么的，那真的不能怪老师。有一段时间他是觉得，他是告诉我他喜欢我，所以他承认他逾矩了，但是是因为他喜欢我。最后一段时间是他直接否认，他说他忘记了，他不记得他做过这件事情。深受伤痛真侪年，小平决定勇敢发声。2023年六月，透过面册揭露低哥老师的恶行，落尾小说接到真侪非法电话的私信，才发觉受害者唔那一几人。一方留言，唱着呼救名信号，而小姐讲着老师乌白给伊的身体温书不回，甚至讲话无正经，质疑学生改啥。另外一个受害者被小姐讲着老师无经过伊的同意摸伊的身体，当时伊惊到规个人讲起，即马出面指控叫这个老师性侵骗税人数，已经要我20个人，是我当时年岁上细汉的，甚至小学也未毕业。我试过了17年才做出来的，从过去3年、5年、10年到现在17年，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放过我。事件爆发了后，记者问当事学校，学校讲即摆已经由校外专业人士做调查小组。调查时，当事老师嘛停聘6个月，姓名会嘛过期，会针对姓的老师教材这段时间，全部的校友拢爱扩大调查。
其实我们还是本着就是勿往勿纵的心态啦，决议就是要进行这个普查这个动作。回溯到他任教，他进来任教的这个时间，把历届的毕业的校友的相关资料，我们其实正在会诊收集，去寄问卷去调查这样。你说这样受害者出来吹哨可以做些什么吗？当有第一个人出来，才会有其他人出来。我会希望有更多的家长，甚至是学生，知道，就算这个人是你的老师，他这么做也是不对的。不希望有下一个受害者。2021年，全台湾通报8400件性侵害事件，其中不满18岁以上，拢总4809的人，比例高达57%。不过，学者预期，这恐惊只是冰山一角，予人搁意外数字背后，搁有偌济受害者，暗暗啊伫咧哭，无人知。过去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估计，大概是真实发生可能是10件，可是会去报案、会去提出申诉的可能只有1件。很多的这个受害人，他其实他受害的时间，通常是在他站出来讲的10年之前。那你可以想象，我们一定还有很多人他还没有准备好，或是他对他的机构不够信任的话，他当然不会讲。国家人权委员会嘛，伫咧2022年一月头一摆启动台湾立校安置机构，含防范性侵防查计划，期待捌受到无好好防对待儿童含少年，勇敢野了出面发声。也就是说，他本来应该是儿少的一个保护的人，可是他们却成了那个侵害的人，孩子们受创的，他不只是这个性侵害本身这个事情，他会有一个背叛的一个感觉，这个信任感是整个一个崩溃。到2023年6月，林宽辉接到超过120件通报电话，遐了解人数继续变多，其中一个个案的经历，和亲身参与风灾监察委员陈秋瑾是真心疼，搁着惊。有一个女孩子，她非常勇敢，她愿意接受我们这个计划来讲出他遭遇到什么事。他被他的老师，在法律上或许叫做诱奸。那个老师让他以为他是在跟他谈恋爱，3天2头把他叫到学校外面去开房间这样子。事件关系真特殊，校园内底别个老师看在眼底，却无人出面斗相共。他说，学校的老师事实上不可能不知道。他后来产生一种愤怒之感，就是说，他为什么被性利用、性侵害这么久，没有人去制止那个老师，或者是揭发这件事？如果有人揭发的话，他至少可以缩短受害的次数。随着受害者陆续挺身而出，人群会发现儿少性侵事件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。参与访查的民众有34%是在国中的时候被性侵，而遭受性侵的次数超过11次以上的比例高达39%。另外还有46%的受害者不知道这就是性侵。当孩子申诉无门，呼救被漠视，校园最后一道防线也严重失灵。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去求助，学校机构他就发生事情他就淡化，推诿责任，他不通报。这些老师竟然可以看着犯罪行为发生，然后就可以当成视而不见，甚至加害人，因为他是就是那个照顾人，他就是那个申诉窗口，你说他那个管道如何去畅通？任何人都默不作声，而且是集体的，那这个是绝对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就是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在培养我们的老师的时候，在儿童权利这方面是几乎，对我而言这方面可以说是空白。李小Q性侵的事件未当无看重，学校无做好通报，嘛无关心保护野了者，加上老师性平的专业知识少，拢是台湾必须爱面对的系统性欠点。台湾整体社会对猥亵的认知不足，他以为必须到达性行为才是一个性侵害，其实不对的，其实不是的。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，那恳请你站出来。老师的这个或机构里面的亲吻、抚摸身体隐私的部位，如果你对16岁以下的孩子，即便他同意，仍然是一个犯罪行为。说出你的遭遇，让国家有机会来改进，让我们这个台湾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安全。
害者，唔那是老师，冇可能是身躯边共烟的。亲像24岁小可，是当都听到障碍者，个性温顺乐观，面貌拢挂笑容，唔过伊心内却藏吞忍十多年的创伤。第一次，对，性行为发生是谁？注射。嗯，那边打针，你大概看那边多大？好，差不多多大？嗯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多大多？那中午，我看看看中午，好啊，看看看。可不可以请你？因为不知道怎么去，也不懂。我那我告诉他说，我不了，我不能多去。国小二年时，小佳转学到南部一间特殊教育学校过少段生活，算是痛苦噩梦的开始。当年才8岁时，小学课无共学长侵犯，时间长要5年，为了避免意思理解有误会，真通手机的李老师协助阮和小佳交谈。伫咧镜头前，伊讲到伊学校真恐怖，被那个欺负的事情，有没有？去老师，我把这个知道了。后来我告诉主持老师说，要要去对他，他知道了我。后来老师说，我在他这把这个他。那你后来有没有对其他人做的事情？有啊，有。有大家给我赞助，我都自己去做哇。他可以，我几乎真的不去打扰做哇。他心里不是真的想要做坏事，他就等于在一个丛林里面生活，他必须成为那个最强壮的人，最有权力的那个人，他才不会被欺负。所以有些孩子他就要选择。当年学校的家长代表 SNC 也是事件的遐了解之一。3、4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压在，就把他逼在墙角。我看到以后，马上冲上去请校长处理这个事情。校长叫人家下去调查，就说啊，这没什么，这是在玩。A 先生捌伫咧校园内底看到囡仔因互相无好的举动，决定向林本教育基金会申诉。伊个查囡嘛是听众生，同款读私立学校，不过嘛因为安尼，别囡两个人拢去学校特殊对待。甚至下课的时候还要被叫去问说：“你父亲去哪里了？你父亲怎样？”他因为他怕我们跟外界的人士去讲这些事情，被小孩子回来，他的压力也很大，大到他不想去上学。2010年7月，监察院依据上尾调查结果，为中央各学校单休12人，那创下教育史上上悬单休人数纪录，而且公务员顶届委员会审议依法处罚。看到郑百惠囡仔身心受创，执行调查工作人员同款面对真侪困难。公开学校黑板的老师，因为无想要听校父非常的警告，得失着大家。在学校内底，就亲像高招，李老师变色学犯罪防治学，摕到第二个博士学位。2017年，伊选择退休离开教职。事隔这么多年哦，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曾经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理个头绪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失败了。整个学校包括行政机关，为什么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是这个样子？而由教育部派来调查人员 X 老师，一遍一遍听学生拄到这款代志，心中就亲像刀流过这么痛，搁要得到抑郁症，即卖同款专业调查每一个校园内底发生的性病案件。有一位比较特别的孩子，他一来坐下来，第一句话竟然是说：“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你们应该早点来。”我想任何一个调查人员听到这样的话，其实都会觉得非常的 shock。这样子的表达，其实我觉得显示的就是说，孩子他其实他可能是求助无门吧。事后学校温暖不通报，太多小教和学校教育失灵，嘛和性侵案件正做恶性循环。即卖经生人嘛走入社会小卡，对特教学校的学习环境，刚欢舞会什么讲？我这才知嘛，如果你想要记住大脑子，就记住嘛，脑子一定要哈，我知道。
校园本来应该是守护囡仔安心学习并安心长的堡垒，不过藏在黑暗所在危险，总是让人封闭不住。2023年，台湾在省密土的风潮，这摆就让咱做位来听囡仔心声，也来体现勇敢发声。